这是煮好的竹子叶，我们拿来裹粽子的，还没有洗，一般我们还会再洗。阿哥在洗这个我们裹粽子的这个已经煮好的这个竹子叶，就这样子，然后等一下还得会洗的一次。因为有时候粽子这个叶啊，就是这个竹子叶，有时候有一些寄生虫啊，我们洗过之后啊，然后这样子抹过之后会更干净。看，我们煮的时候会放一点油，所以很多人所以很多人会说裹粽子需要很多工，所以这工就很多一些工作。可是如果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过节的时候做了这个粽子呢，就可以祭拜祖先，然后又可以跟子孙分享，这个意义就非凡了。 OK， 然后又可以传承这个裹粽子的这个传统习俗。材料之一，桃干。这个是冬瓜角。香菇。还怕还两把走。栗子。三层肉。红葱子。这个是已经切好的三层肉。几十年啊，两个女儿学习啊。哎，我随便都去啊。哇，好呢。好呢。咪咪。嗯。所以，等你多少钱？等你我拿来多少钱？多少钱？三千多块啊。拿去。十三件。哇，看到吗？金黄色，好香哦！哇，我擦擦呀，卡点。哇哦 ，OK， 现在我们要炒一个香菇饺。这个包的比较短。好，看到。没错，这些哎，你的米洗几次啊？洗三次啊？三次，乖。包慢来。啊，恁就是头嘞慢，到尾就紧，较紧咯。嗯。OK， 再加一点。蒜头，我们炒。栗子，我最喜欢吃栗子。这个栗子，其实有用水煮过之后，
还要切一点。这样子比较微熟啦，才可以有微熟透。我现在，我瓜，超大颗的好粉，来也是一样。这边爆香的蒜头，哇，鹅肝下。如果你偷鸡血，要慢慢来，而且太粗鲁，等下没有完全没吃。我先拿非常详细一些细节，然后一颗豆子，放两个鹅肝，哇，smells so good， 超级无敌的香。妈妈坚持手切蒜头，蒜泥，这样子切下去。妈妈说那个小厨师先不要蒜。好香，又是汤，香哦，汤的，对，加一点盐巴，你讲我们家盐，咸，啊，这是盐白露，我很只有不爱你吃，哦，你好厉害，你太厉害了。我妈说盐巴不可放太多，因为小心吸盐。你有吃毛山啊？三层肉，肉的每一片的大小都需要跟陈妈的规定，所以陈妈不吃。可是我上次吃到这，又大小又吃好吃的不一样。一定的手臂的力啊，这个炒好手酸哈，有吗？啊，觉得笑容很美的。啊，这是什么肉？有些人用五花肉，有些人用三层肉。如果你不管用什么肉，你跟卖肉的老板说你要包身，他们就切哪个是哪个地方。不一样。来咯，下黑酱油，自己看着办。喂，长辈是没会，长辈教学是没有跟你说鸡汤食物几汤匙哈，这哈跟感觉走 ，OK？ 大家自己看着办。其实我们基本上是看那个颜色均匀，然后当然不同牌子的那个黑酱油或者是酱油。有不一样的那个口感的味道，哇哦，香哦！你捞个一点好好哦，大点，太多了。
后这个酱油的部分、酱料的部分，每一个妈妈都有自己喜欢的牌子，好在哈，每个人自己喜欢牌子，给大伙可以买。哇哦！我是我先买的。有口水。我阿爸有苦味来放，啊，苦味加来放，好最好我来买嘛。苦味过些酱，酱多少？还行。没有。就是这个颜色。还没买。一看就知道好吃的颜色，对哈。个人喜好，我喜欢比较看起来色泽比较黑的粽子，那有些人是不喜欢黑黑的，所以他粽子一打开来是白白的。我大姑的粽子就白白。哦，对了，我们潮州人的粽子也放那个。虾米的，放虾米，然后还有一种粽子是有放那个芋头，芋头泥，我还蛮喜欢吃那种。OK， 现在阿姨要放一点点，那叫什么？叫捧谁啊？叫什么？哦，那个五香粉。加一滴老抽吧，五香粉，好香，太香了。准备了。OK。找到。我受到问题。不用了，不用换了。这个够了。多滴了，没有冰了，没有冰了，没有冰了。谢谢。OK， 看到吗？倒了哈。等一下吃啊。要给淡薄啦，给淡薄啦。太毛糖，个人喜好，有些人喜欢那个五香粉的味道重一点，有些人不喜欢。嗯，糖，给淡薄，好像比较大比较好。好好嘞，慢慢做，一干也是更好的。干也是可以。你要换了，更大的更好，更好吃。干好赞。两个人炒的特产胡椒粉，我家乡的胡椒粉特别香，特别甜，白胡椒粉，哇，汤咖，汤咖这么广，也是一样，这种调味料都是个人喜好，喜欢吃胡椒粉，味道重一些的自己放多一点。自己挑，就是成家的方法，很香哦，哇，是啦，阿妮那么厉害，你很厉害的，什么东西哇，给立起下去了，肚子饿了，姐姐那两个姐姐，来帮忙做，一起做的。嗯，很香，传承啊，以后就是要想要吃到爸爸妈妈的味道，就是要自己做了。自己裹的粽子，跟我们外面买的味道还是有差。不知道，有看到就知道了。苦没有苦。好，不对，乱讲话就生气了。来来，哪种啊？哇，香菇。我就是跟人更多人分享啊。那想要弄的人就知道怎么弄，怎么裹。
放上去 YouTube 跟很多人分享，然后讲人家就是吃肉还是吃面？有关呢？无哩哦，有关。哦，排除哦。排除了。我们不会将所有的那个料放进去，比如说那个蚝干，我们是在裹粽子的时候分开的，拿这样子，要不然会找不到那个材料。比较方便找，如果那个蚝干放下去也比较容易弄碎，我们很珍惜这些海鲜的这个部分。蚝干很贵哦，姐哈，蚝干很贵，而且那么大颗。安哥，那个蚵瓜多少钱呢？啊，蚵瓜，一公斤，一公斤百二，一公斤要马币120块。我看它大小颗，然后还有等级。那陈爸、陈妈他们很喜欢吃蚝干，所以他们都会特别讲究。你看，炒到那种辣辣的感觉。汤啊，哥哈。虽然说做粽子这个准备工作很多，但是这就是长辈们好理解晚辈的爱。可能口头上说，哎呀，很忙啊，很烦啊，很累啊，可是哈，当晚辈们哈就称赞好吃啊，老人家就夸赞心里了。香。哇，所以来准备这些馅哦，需要一个小时。好了，辛苦了，好好的。好，上面放上，再放上来。会啦，这是真会啦。哎，三十五。来，红葱、香菇角，我们加了一点米椒，还有阿根廷炒的姜，还有一点，这边还有一层，把它包了，一粒都不可以浪费。来，一家人同心协力，好啦。这个炒米的部分，手也要有力。一颗都不可浪费。你去炒吗？炒炒吗？哪一道炒米比较脆？那你就放的不注意了，啊？每年都是这两个女儿来帮忙哈。阿姐，你帮几年了？很多年哈。嗯。美娟，你帮几年了？加一些酱油。很多年哈，从小帮到大。小小没有，我要学爸爸讲。小小没有。帮到帮到嘴了哦。嗯。
姜油也是跟感觉走啊。哦，对呀、啊，跟自己的感觉走啊。黑蛋的不要紧啦，无黑蛋的不要紧，喜欢的孩子。嗯，好香。哦，好香。那得放五公斤再多一点的这个肉，五公斤的肉。那个栗子应该是几公斤？香菇又几公斤？哇，有20公斤的料跟那个馅，下足材料就好。再加一些五香粉，胖啊！我煎好了，香啊，汤就是香。我帮帮你啊！哎呀，那来追着来吃干锅呗。对呀。高兴啊！对，你这个虾蛋无吃，咸死了。哦，咸过了。哎呦，我唔吃，我唔欢，太咸，你会饱，会料咸咸了的。嗯，加些水。你是跟感觉走。大家自己斟酌啊。放太咸了，盐巴。也是跟感觉走。那当然，如果第一次做的朋友，可能可以拿一些一两份。我比较比你爱加甜的嘛。越咸就煮越晒。你要炒到很香。我也要炒米饭。我发现好像是很甜，而且那水鸡也香。已经全程都跟水水相关。拜拜拜。那你有放我用吗？我放了。我就是叫你味咯，我无等只要味可少嘛。嗯哼。放糖的，放来糖。嗯。那平时干了。嗯。你说中文叫什么？不知道。来放一点平时。品蟹鱼，谁知道品蟹中文叫什么的？我们留下。潮州话也是品蟹，可是我不懂，中文叫什么？我品蟹放冷冻。有了，一小叉子的品鞋，买好了啦吼，啊，他刚才做品鞋啦，水放太多，哦，豆油，豆油下咯，盐下咯，嗯，盐豆油下了，我豆油下，你等下再使加淡薄水啊，刚刚袂记了吼，我豆油袂记，我唔够够，啊？我要打如果太干的话，你大概多少？要等冻了的熬豆油。
水落来，对嘛？行嘞，行嘞，好啦，来我。好在水塞去啦。我去啦。你也水塞去。哎，无变咯，你忙过去了，我也无等你等干啦。很多等干那边。都这样，那个盐，这些我们镜头这边冲过来，是我老爷他们香香的，就是它，嗯，香，还有材料的香。哇，阿米亚的人包啊，这个，嗯，包啊，这个跟爸妈，我跟大家分享，包啊，这个跟什么？阿阿米给我来呀，他们家的肉酸。那还有什么什么？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参考哈。你自己包了。那方式还是很多种，然后用的材料还是看各自的喜好，或者是一些前辈传承下来的方式哈。因为我觉得一家人一起播种子。是件美好的事。我到欧了，哦，你耶，你爱干嘛去欧？无欧豆油啊，上。嗯。布料弄得不够咸，再加多一点点盐吧。布料吗？来，再加黑酱油，让它看起来更黑，更香。啊啦啦的好，搅拌均匀就 OK 了。啊啦，来来。今天的嘛，姐姐，你的手都麻色出来了，看老鼠，喂。真的，对，双厨，哎，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多，超过五公斤的糯米，哎呀呀，要炒的又香又均匀，确实手臂有一定的力。那有些人是分两次来炒。有些是先炒一批，放拿起来，然后再炒别的。来来。你有没吃过？你看，我看了。看咩？看，你看，看鱼咯，钓咯，我看了。好啦，现在我们的糯米炒好啦，要开始裹粽子啦。可以呀，可以呀，可以呀。开始裹喽，裹肉粽喽。你是叫我都忘记了。陈家小千金，小女儿。所以这边哈、哦，有肉，有栗子，有香菇，然后必须要跟陈妈的标准来走。所以是先放什么？千金。把米汤匙先掉。是哦，我讲未记了，米是汤匙先用。一汤匙先，一汤匙，下淡薄落安尼，创创嘞，创啊一个凹，它放料，较新人。放一点，放，然后弄到好像有个凹的 shape。无限定咯，注意，好嘞。放跟感觉走。好嘴没？吃这个味，啊，放个人喜好啦，啦啦，还好嘞。我好像一个凹一个洞这样子，有一个洞，啊，好像葱。来放那个藕下面还是什么先？放
放五公斤一只。放肉两个，放一只就够了。大只。肉两个。肉两个。两块肉，一个栗子，一片小栗子。香菇几多啊？两个啊？我不知道。香菇两朵，听吗？大朵两朵，小朵三朵。小个的三个。大片的香菇两片，小片的香菇三片，当然还是要根据大家的喜好。然后一颗，咦，这个刚你放好了，耶，我看到你放了。然后这个一颗，咸蛋黄，粘住了。OK， 我们看一下 ，So nice， OK， 可惜一下，可以，然后再放一点饭是吗？一点米不是饭，好好好。好紧张哦，有镜头，好紧张。应该可以了。镜头而已。对对对对。头发。头发怎么？好乱哦。对。披头散发。OK。OK。水煮没有肉。OK。哎，好像要拿。安妮也是很棒，安妮会了，安妮跟了几年会了哈。安妮，你包第二年哈。第二年，安妮很棒。安妮是越南媳妇，很棒的，入乡随俗。OK， 打两圈。哎，他大几岁？上去一点，比较长，滚凉啊，它太乱走。跟陈妈标准啊，你们要跟陈妈标准啊。可是我不会打。啊？我打十节可以吗？很简单罢了啊，然后打一个圈，拿一个U shape这样。不会掉。这样了。OK 吧，你们继续加油，我先去教课，拜拜。拜拜，加油啊，加油！给陈家多照顾点，大女儿每年都来帮忙了，给选叶子。阿姐，你以前有用泥土跟沙来练习吗？没有，没有吗？没有。你居然讲他有。我在这边妈妈家练习。妈妈教的哈，自己传承咯，哈。几片香菇，几片肉。然后再来几颗栗子，两颗。那个咸蛋黄已经用完了，因为长其实过去陈家他们没有放咸蛋黄，就这次是刚好亲戚有两个亲戚他们想要吃咸蛋黄，然后他们就去买咸蛋黄来，我们就加进去。好干，两颗，
应该是我看过最多料的粽子了。好的，嗯 ，OK， 然后。压下去，Lagi ada. Mana? Sana. Mana itu? Ini bukan lah. Ini tak boleh, tak boleh buat punya. Dia bisa ni? Boleh. Ya. Kita dah habis lah. Sudah. Eh, Mia. Dia hamil lah. Sudah. Sudah. Eh, cumbi lah, cumbi lah. Tadi saya hamil ke Malaywon. Kemen Malaysia. Ya. Si. Si. Kau tanya lah.然后用橡胶壳剥下来的皮做这些绳子，那呢，很棒哈、哦。最后一个，紧张的喂。会做那个能力？应该还可以啦，哎，放哪手手吗？可以。两个米包了啊 ？OK。哇塞，很多料。呀。OK， 拉远了。不干，不干，看我包丢不？不丢吧，丢吧。认真哦，肉哎呦断了，断了，刚才我是一个断了，再来一个，再另外一条。在家里是有包啊，以前好像妈妈有包过一两次罢了。哦，一两次。这些年在这边练习的啦。哦可以了哈，不知道一共多少颗？你这边也有，然后已经有部分在水里面煮，还有一些在这边。哇塞，安哥这样子要煮多久啊？要煮多久？两小时半。两个半小时啊 ？OK OK。
啊，几款水水啊？几款水？第二轮的奇瓜，nice， 从天黑，不是从天黑，从天亮，忙到天黑，是很简单哦，弄不简单。还有素的，四颗素的，五颗啊。你要不要看你吗？看啊，啊，看不到，这个用手没吗？那这边全部。刚刚第一轮是五十九粒啊，59，这一轮听说是比较少是吗？应该是40多颗。那这里盖完哪种？盖完哪种？哎呀！那这个更紧。第一轮是59颗，然后这边有五颗数的，6、7、8、9、10、11、12、13、14、15、16。你快点送我干嘛？然后嘞？1、2、3、4、5、6、7、8、9、10、11。16没错啊，加那边5、11。15啊？这个不要算钱喽，只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子？11。1、2、3、4、5、6、7、8、9、10、11，直接算过去吧。21、22、23、24、25、26、27、28、29。50，然后再加那五个数的55，然后一个失败。
那种油辣油辣的感觉。这颗是没有蛋黄的，你可能有。哇，好多料，美美。You like Manoli twist? Wow, 很吃，就是里面都是满满的馅料。小巴掌，真正小巴掌，叫叫叫叫叫叫。